是有小红的，会变很慢，就变得就是很尊重、很遵守交通规则。然后有一次，那个吴先生还开到被开罚单，因为我们在小杨树林玩，然后回来，哎，怎么会有一张罚单？开太慢了。就是他会有一个，不是最高90到60的那个，他开太快了，收到一张罚单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我个人是没有。对，就是从好像是对学税，因为回来的时候我没跟着回来，我不开心，然后他带小朋友，我不在。我们那时候，我那时候拍那个我的男孩的时候，不到宜兰吗？所以我们就前一天，约了一群朋友到宜兰去吃火锅，然后隔天呢，大家前一天都喝得乱七八糟，然后我昨天6点就起床去拍戏，全房人都在睡觉，然后在默默的拍戏。Thank you.
下下，然后生气什么。我今天早上出门，他也生气，跟我说妈妈要去上班，然后妈妈不要去上班，我说妈妈要去上班，然后妈妈不要天天陪我，我说不要去上班，我不要妈妈去上班，我说谁去上班？爸爸。然后爸爸说，我失业很久了。爸爸等我去上班。我觉得他跟爸爸最近感情比较好，因为爸爸比较常在家陪他。我最近背着的，比较紧。对啊，比赛爸爸就是我出差几天，然后他爸爸都会带他去一些好玩的地方啊，景点啊，然后给他吃一些违禁品。比如说偷吃薯条、冰淇淋那些的，然后还会拍给我看，就是这样子在收买我。可是呢，只要我一回来，我女儿就过来，她说：“哦，真的，妈妈一回来就把我一脚踢开。”那我们没那么严格。没有。然后还有蕾蕾太军事化教育，她七点半睡觉，很夸张，五点半吃饭，七点半睡觉。然后来我家的话，就是说，那个我们等一下就可能会再晚一点，那可不可以五点半的时候帮我女儿备个餐？我说好，那我说她有什么忌口？她说不忌口，但我想她女儿吃的跟我吃的都差不多，都是吃的那种比较清淡，然后只要有菜呀、啊。台湾的地震，在台湾地震，那个大陆的建材。
欢你，就不会是，就不是纯，就不是纯大了。谢谢，目前还没收到邀请。